您好，欢迎继续收看峨眉传奇世界格斗冠军赛。啊，这是一场65斤级的超级战。蓝方选手桑皮，是伦皮尼的现役金腰带，WMC 的冠军 ，WBC 泰拳冠军。他的对手呢是海达里，是一位来自伊朗的战士，号称是伊朗60公斤级之王。双方上来之后呢，伊朗选手的进攻更加主动一点。而且拳腿的这种连击更加流畅。相对来说，这个泰国选手桑提呢，因为毕竟是一个资深的泰拳王啊，因此泰拳在他身上的这个印记就更多了。而且上来之后，并不像那个伊朗选手那么急于进攻，对，节奏呢还是一个泰式这样一个节奏。看到这个伊朗选手总是试图在近身的时候进行一些组合拳的一些进攻，但是都被这个桑提的这个近身的残暴有效的给化解。相对来说，峨眉传奇的这样一个对于残暴这样一个控制，不像其他的，不像后期 K1 这样一个规则，对于残暴的控制比较严格，比较严苛。我们呢，对于这个残暴呢，双方是可以在攻防的过程当中可以允许残暴，并且残暴时间相对长一些。应该说，海达里呢是意识到，作为一个泰拳选手，他打的泰拳比赛越多，在拳法的造诣上可能会相对差一些，所以他可能会很想找一个这样的机会跟对方做拳法的这种拼拳。但是我们看到桑迪呢，每面对这个伊朗选手这个拳法进攻呢，就是才在远距离采取双曲臂抱头，对，防守，然后近距离直接曲臂防守，变成这个近身这种残暴顶膝是。这个过度非常的刚刚桑提其实有膝击啊，不仅仅是击腹，还有击大腿，对，这种刺像刺刀一样，就是扎对方这个大腿，会影响对方的移动。而且我们看到桑提连续的利用这种近身的膝法对这个伊朗选手进行打击。对，刚刚是做了一个带摔，感觉到对方这个身体往自己的右侧，你走的时候借这个劲儿一个带摔。其实我们看到更多的泰拳选手，因为有更多缠抱基础之后啊，其实在自由搏击当中，明显的感受到他们的摔法和他们身上那种胶劲儿也是并不弱于很多摔跤训练的运动员的。对，当然只是不同的这种摔跤。比赛马上开始，然后海达里就是前拳开路。这个时候第二局我们看上来之后，这个桑提的进攻方式啊，从一些第一局的一些近身的缠抱顶膝，转换成了一些腿法的进攻更多一点。好，低扫。看海达里的前手啊，打得比较用力，甚至压进去打的。刚才是一个桑提的一个低扫腿，海达里积极防守的同时，脚一落地，前手就上去，对，所以重心全部压了上去。那这时候呢，其实海达里你看还是这个前手刺拳打得比较重，那打中对手之后，他还是觉得机会不是特别好，没有更多其他的拳法或者腿法的跟进。看到海达里每一个前手只要得手，有没有得手就会挨到这个桑提的一个后腿低扫的一个反击。桑提这时候还是压着他，一直是往前进。相对来说呢，海达里的移动是比较快，打的是游击战这样一个战术。桑提呢，远距离进行一些腿
违法的攻击，近距离的时候面对这个海达里的拳法进攻啊，还是你擅长的这种近身的埋头去做袭击的这么一种战术。对，海达里呢，明显的觉得这个选手的攻防节奏会比桑皮要快，但是桑皮呢单击动作的杀伤力力道会更大一些。当你面对像桑皮这样的泰拳选手近身埋头进去之后，你的拳法对他攻击有效的时候，你会感觉到对方在步步向你抵押，这个时候自己身体的压力会很大。是的。所以其实海盗你看又是这样一个前手刺拳，他在打前手刺拳控制对方往前进的时候呢，这刚刚一收桑皮呢还会有其他的扫腿跟进做反击。好、中了一个中位的扫踢。对，这时候是一个中扫踢的时候海达里呢想后手直拳打迎击，可是这拳打并不是很准。每一次双方分开或者说这个海达里进行后撤的这个过程当中啊，桑皮总能很有效的跟进你的腿。对，前腿的一个正蹬，最后十秒钟，看到桑皮的腿法呢，并不像一般传统的这个泰拳选手单个的。这个桑尼在中场休息的时候，他的场下助理吉广健呢，对他做出了一些你要连续进行这种扫踢的这么一种手势，意思就是说这是自由搏击比赛，你要少做一些近身的缠抱技术。对，毕竟自由搏击和泰拳是两种不同的比赛规则。好看，确实是这个桑尼的比赛经验还是非常多。桑尼会感觉到他对手要出前手刺拳。重心刚往前腿压了，他就前腿低扫，就扫对方这个重心腿。其实海达里呢也应该更多的做组合动作，拳腿上下左右这样一个组合起来交叉打击。面对这种泰拳选手，应该做一些弧线的去抓一下对身体的打击力。这时候节奏一旦下来，如果节奏变慢了，可能就会是桑皮的节奏了，更像他更。习惯这种态势，打滑这种攻防节奏。从这个动作速度以及力量，包括反应上来讲，这海达里的动作很畅的，而且速度很快。对，但是来嘴，是个近身之后，海达里做一个弯腰屈臂的防守，就是正好这个桑皮一吸。对。不过刚刚海达里做了一个手势，跟桑皮说，其实。你没什么的。其实这是第三号本身的后蹬。其实两个人打的呀，都还是比较谨慎，尤其是海达里啊。虽然说身高臂长略占优势，但是呢，打中对手之后啊，没有能够继续把这个战果来扩大。因为确实，当他打中对手的时候，桑皮也不简单，桑皮也会还颜色。哪里每一次的进攻都伤天边拳直接出击，非常打中了桑皮的，还是老样子，打中对手之后呢，没有继续把这个战果给扩大。我们看啊，其实，在动作的突然性啊，以及整个的战术布置上，应该说海达里呢是正确的，可是呢，限于桑皮给他的这个战术做了一个总结，让他的动作没法。
反正都连贯起来。这个呢，我觉得一个是因为对手的问题，而第二个是因为自己平时的这么一种进攻节奏的习惯。哦，好，又是一个连续的拳法，一个后手是打中桑迪了。哦，桑迪又是一个前腿低扫打对方的一个支撑，破坏对方这个连续这个拳法的进攻。看来这个海达里这种无限的拳法对桑迪还是非常有效的。应该说，我们确实在这场比赛的第三回合当中能感受的这两个选手啊，都是有经验的选手，而且在战术上会适当的。加赛啊，三回合打成平局，一位泰拳高手啊，一位更是有自由搏击训练背景的伊朗马哲。双方在第四局呢，就看谁呢更加能够针对对手做出一些合理的一些变化。对，而且第三局呢，双方的这个体能下降的一定程度的情况下，谁的拼劲更足，谁的进攻力量更强。边拳。这时候大家拼的是体能、毅力、意志以及场上变化的这种能力啊。换腿，那么桑迪呢依然是在频频的使用一些扫踢的技术对这个海达里进行进攻。双方拼的就比较猛了，那这个桑迪的这个右扫腿依然是打的重击。好，这时候也是右扫腿。这个阶段呢，双方在连续的拼这个扫腿的互换。是一个转身边拳，但是落空了。到这个时候既显得有一些谨慎的又渴望的进攻欲望就比较强一点。又是转身边拳，但这时候呢桑迪已经有意识了，把这个头埋了下去。两人同时起腿，
该说这个比赛进入第四回合之后啊，两人打得特别好看。